好，有头有尾啦，哈，有始有终啦，哈。透早我先讲，这节目已经近尾声了，哈。今日吼，大家真正伫遮做认真学习的哦。哦，自透早八点到今嘛，来，大家甲家己一个拍鼓啊！哦，实在是太棒了。咱吼，遮个时段中辈吼，大家安尼吼，这么有毅力，自头到尾。自透早到即马，日头落山，拢坚持甲伫遮，真正有够赞的吼！啊，忠孝国小真正欢迎大家随时有闲拢来佚佗吼，因为吼，我都讲啦吼，伫即个岭南吼，即个所在吼。阮囡仔拢无带去，干那好好同学耍吼，因为学校的环境吼真安全，啊嘛真。算讲真好势吼，啊，真正欢迎大家吼，不时吼，若有闲拢来甲咱行搭安尼吼，互阮学校的人气吼较有咧安尼啦吼，看会较侪囡仔无啦吼。啊，不过吼，嘛是要搁再一次甲咱介绍吼，阮学校有迄个电脑的学习中心吼，啊，伫普通时，只要阮有上班的时间，阮拢有开放互咱咱附近的。是大人，也是讲咱附近诶，遮个人要入来学电脑，拢会使哩吼。啊，阮即卖吼，真正有真侪课程，不管是伫学校，也是伫咱诶社区伫举办啦吼。啊，真正欢迎大家吼共同来学习啦吼，因为咱讲吼，即个活到老学到老啦吼。啊，阮即卖讲诶是终身学习吼，咱人一世人吼。哦，即个拢有足侪样学习的吼，包括我家己，我嘛是咧学习吼。像今日吼，我看阮小朋友吼，听迄演奏吼，啊哪听哪入来，哪听哪入来吼。啊，我都在想讲，为虾米因咧啊？你啊伫挖根啊伫挖根，就是因有趣味，伊相当有趣味。因平常时伫咧学习的时阵，老师都拢有教侪啊吼。啊，所以你刚刚讲，哇，这个优美的音乐实在是太好听了，对不对？我看小朋友都挤到前面来了，感觉哦，被那个美妙的音乐所吸引了。好啊，在处，多谢大家哈，阿妈多谢哈。我今天一直把他的名字念错哈。来，西裔文教工作协会，谢谢他们，谢谢他们引进这么丰富的资源，也谢谢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。